出来混兄弟就是对不起老母的，因为咱今日出去，咱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。我们这个出去就是很像没有明天的。其实我伫做饼了，我就感觉讲阿母啊有较快乐，嘿啦，啊，无看咱改变安尼就好啊，嘿啦，啊你讲赚多赚少，这其次啊，三顿会得过，食了会安心安尼就好啊。你好，要什么？烧饼再十分钟。还是先带一个起司馒头吃看看，好吃再来。桃园龟山市场旁的这家烧饼店，每天早上热腾腾的烧饼一出炉，整条街立刻被香气包围。市场里的婆婆妈妈总会被这股迷人的葱肉香给吸引过来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饼就是很扎实，对，然后它的料很实在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很新鲜。它的葱它夹得非常满，那我买过好几次请人家吃，人家都说这家不错。你如果说去外面比较的话，没有它像它的葱那么多，它的东西就是便宜又好，实在，铜板价可以让你吃到饱。在物资什么都涨的年代，这家店卖的却是货真价实一个只要20块的铜板美食。充满眷村味的葱烧饼，外酥内软，葱肉香夹杂着饼皮香，吃进嘴里感到格外的幸福。葱贵我也是20，对啊，啊葱便宜就是我也是20，贵的时候你就是一样做嘛，便宜的时候就是你至少要让我回一点，不然生意怎么会长久？